我们与飞车队的弟兄们演场戏，把枪都收下。弟兄们，他们是武队，入戏多快啊！炸掉韩诺，立刻撤退。看来杀的真痛快。是他们，把他们干掉，弹药就安全了。本本，他还真没死。准备开火。你们听见什么动静没有？小心点啊！周队长有什么？没什么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往前走？肯定是没找到。那倒是多找一会儿啊。能知道找找就不错了，换我们也一样。只能用枪了。我说，真没必要两个人。那你走。 要这也是你先撤啊！我只是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，一抓一大把。你可不一样，你是莫斯科回来的大能人，全军都没几个，你不能死在这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挤兑人？不，我真心这么想的，从来没这么认真过。那就没什么土包子洋包子之分，能够同甘共苦，那才是好战友。好。 说过，不用急吧。嘿，等他们一进山谷口，我们就开火。王彪的安全别忘了。已经下达给每一个士兵。很好。王彪也是身经百战，一旦开火，他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。等等，他们怎么又停下了？ 后面怎么又来了一个人？简直被他们烦死了！开火吧！耐心，才能一网打尽。明白了，我就是说说。不怕他们磨蹭，他们磨蹭的越久，最后警惕性就会越低。哼！殿后的孙一枪又追上来了。好，那又能怎么样？ 他比我还谨慎，也许有希望。比你还谨慎？对，那是人吗？等会儿，你们刚才怎么停下来了？有情况吗？刚才有个东西从山上掉下来了，打到车子上，我们找了没找到，没啥。老孙，别殿后了，跟我们一块走吧。等等。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哎呀，那咱就是没看见吧？然后也没找着，但就是只听见声了。我肯定是铁。嗯，说的没错，很清脆。是这个声音吗？像又不完全一样，就没那么脆。阿孙，你怀疑是子弹啊？哪是子弹啊？ 不管是什么，在这种地方掉下铁的东西就很奇怪。我也这么想的，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奇怪。怪啥都有原因。副队长，我去探探路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叫你们，你们再过来。队长，我和老孙去了。我也去。服从命令。老孙，走。这是越来越厉害了啊！哎。 这高队长以后管不住了，不是，你们这不是瞎操心吗？这就对了嘛，总算来开路来了。好，没白费劲。鬼子想一网打尽，应该暂时不会动他们。 咱们要想办法，再给他们传消息。好。一男一女，那个男的会是高风亮吗？
看他那把枪，应该是孙一枪。是他，开枪打死他吧！那个枪神太可怕了。那高峰亮和其他人不就跑了吗？传令，不准开枪，不准暴露。不许开枪，不准暴露。 你该说什么来着？没事吧？啊，就是，跟你有啥关系？谁让你插嘴了？奇怪，也奇怪了。准备一下，咱们过去吧。哎，怎么了？这让我想起了黑狼谷。 那棵小树了吗？看见了，以此为戒。他们越过那棵小树一步，立即开枪。嘿，快！他们再往前走。 鬼子就该开枪了，我知道，就剩一颗铁弹丸了，绝对不能失手。还不你来，少废话。 高峰亮在，今天真的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。从来没有这么接近成功。我要亲手把高峰亮的心挖出来，献给我的哥哥。 你看，我说了吧，王子月一看到弹丸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在一起好几个月呢。哎呀，这个王子月呀，明明我又不在，还念叨我的名字，好像没我就不行。真是的，别傻了，人家那是喊给坂本四郎听的，那是迷惑他呢。我知道啊，我乐意臭美。 不搭理你。你看，就是这一段打进小树树干的。这是什么子弹？这是。
这是我在苏联受训时特制的一种武器打出来的。好准头，谁干的？吕波。怎么可能？他应该和队长在大车店。错不了，他熟悉他的。这是警告，而且他不敢暴露。没错，看来我们在谷口听到的声音也是这个发出来的。现在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得赶紧撤退。走。终于要进笼子了，真不容易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他们阻击了我们的锁笼口，却没想到危险就在自己身后。他们撤退，鬼子会追吧？那也比包饺子强100倍。放心吧，鬼子追不上。他奶奶的，今天好险。咦，咋了？你这和羊墨水的，也说粗话呀？老子高兴不行啊？哼，行，行，马上撤退。老孙，你先走一步到前面开路，我垫后。还是我垫后吧。不，这边的危险已经是确知的，但是咱们的撤退路线反而情况不明，我需要你的判断力。好，走了。子月，快啊！开枪！大金牙，是。
狗日的，他躲在里边不出来。副队长，鬼子冲上来了，咱得赶紧撤了。不行，大吉安要活着，咱们都得暴露。咱要不撤，咱就全死这儿了。副队长，老夫说的对呀。要这样，我留下来杀他，你们先撤。本文长官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快救救我！狗不还钱，我今天给你弄死。大虎，大虎，掩护。你们两个，快去把王彪抓来！哎，司令长，打！上面有人。警告到他们，给我杀！大警，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你阎王就说了。大虎，别胡搞。大警啊，你要想活命，就跟我们走。我走，扣着腿，少废话。他们安全了，撤。长官，他们跑了，他们跑不远。说，嘿，去的，这账啊算不清了。也不知道王子元他们到哪儿了，会不会回大车店？他们不会回的，肯定给咱们留了路标。走，找他们去。走。报告长官，没有找到他们。长官，天快黑了，我让他们准备火把，晚上继续搜。白天都搜不到，何况晚上。这么久没有找到人，他们应该是跑了。太可惜了，又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别灰心，这说明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。报告，车队已经从大陆绕过来了。很好，去锁龙口。嘿，出发。警队，司令长，全都是你。这子弹没进骨头。但是伤得挺深的，回去得给你做个小手术。没事，跟挠痒痒似的。没事啊。啊。哟，有点麻。你要疼你就喊出来。没必要。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，二骨头。大虎，以后可不能这么莽撞了。这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狗日的归我管，我死了也不能让他跑了。副队长，队长还没来，我去找找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队长回来了。文文长官，车皮怎么样？我们及时接到了调度站的通知，提前停车，没有任何损失，已经返回去了。涵洞受损情况，整体塌方。多久能瓦通？预计
3天能挖通。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等待长官到来，向长官汇报。放开！为什么不立即开始挖掘？你已经浪费了一个小时。嘿，我们正在工兵，还有挖掘工具。没有工具就用刺刀，用手。所有人分成2班给我挖，一秒钟不能停下来。还用3天吗？尽量提前完成。蠢货，我给你2天，挖不通隧道，砍你脑袋！嘿，快开始挖掘。队长，工具还没到。笨蛋，不会用手吗？嘿，开始挖！快快开始挖！动作快！这么多人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饭桶！他们应该是遭到偷袭了，都是战斗多年的老兵，不至于这样一败涂地。偷袭？没有特战队的通行证，这个地方陌生人根本不可能靠近。你别忘了，武工队带着王彪呢，他可不是陌生人。八哥，我明白了，王彪背叛了我们。不。他很清楚自己的归宿。刚才他拼死往我们这边跑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绝对的信任他。他是没有回头路的，能把他救回来最好，救不回来，他在武工队手上也是一颗随时威胁他们的定时炸弹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长官一定要留住他的性命。长官，我们下面该怎么办？回特战队，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嘿，快！队长，你不用看，啥事儿没有啊？小子弹一个，来快！不是，队长，真的没事儿。我只要把这子弹取出来，就一点问题都没了。不是，我说虎子，咱这回可是没麻药，你可得给我扔好。不用麻药，来，用那玩意儿干啥？快！哎呀！哎，行了，我看见子弹了，给我扔好了。快！你要疼你就喊出来，不疼！你要疼你就喊出来。哎呀！队长，好。不应该跑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我留你何用？因为你差点害死我所有的兄弟，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知道那奸是谁，没办法相信你。我真的知道。大金牙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。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名字，可是我看过他的档案和照片，我知道他的经历。继续。我还是到了个女底再说吧，我现在说了也是死，我到了个女底，可能还能活。你就是个精皮无赖，记着，欠我一条命。报告长官，美镜子小姐等你半个小时了。她不是在火车站吗？她知道锁龙口出事，就赶了回来。知道了。嘿。长官好像不想见到美镜子小姐。锁龙口出事，的确是我们的责任。她肯定要责怪特战队。而我还无话可说，那我们就如实的告诉他，
武功队太会钻空子，我来跟他解释，让他骂我好了。笑话，你以为我真的怕他吗？长官，我还有一个疑问。你一向想问就问，什么时候学会吞吞吐吐了？长官和美镜子小姐刚开始很好，后来在办公室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了？切磋武艺。长官。 我虽然不聪明，但也没傻到那种程度。请告诉我，美镜子小姐为什么要向你开枪？她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长官如果有麻烦，不方便处理，交给我。我的麻烦，不需要任何人插手。记住了。嘿。 金牙贼个真严实，要不是上级有命令，刚才我真会干掉他。这家伙是个老江湖了，知道怎么着才能保命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身上掌握着重要情况，必须马上送到后方去。还有阿敏和他娘也要送过去。教官，情报站那边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 虽然情报站的小马牺牲了，但是还有小唐和老李。老李是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儿多着呢。老李潜伏得很深，关键的时候才能动用。教官，你在情报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不回去吗？任务哪有完成的时候啊？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弹药。 所以我必须得留下来。你留下好，我们就缺你这样的帮手。怎么送他们走？把他们送到老李那儿去吧，老李自会安排。这方面他是老手。要多久？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天晚上就能送走。这怎么办？老李在哪儿？我带他们去好了。 让赵莽跟着去，哎，不用了，你是不用，阿敏用啊，人家这一分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哦，哎，你还挺心细的。李波，还有一个人要带走，谁呀？杨小花。 美镜子小姐，十分抱歉，武功队虽然突袭了锁龙口，但我们只是晚到了一步，几乎将他们一网打尽，而且他们多人受伤，也没有带回一具敌人尸体。伊藤，够了。坂本队长，还是说点实际的吧。美镜子小姐，锁龙口正在全力挖掘隧道，最快两天可以通车。也就是说。 弹药还要等待两天才能被运走，最快两天。耽误这两天，你知道对于战争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是一个军人，比你更清楚。对于这次的意外，我深表歉意。等我向军部汇报以后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我已经用电话带你向军部汇报了情况。不劳你大驾。 我自己会请罪，为什么要请罪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向军部报告，胜在你治军有方，对付武功队很有心得。虽然出了点小意外，但并不影响弹药安全。你真的是这样说的？现在还没有军部电话来找你兴师问罪，这是因为我已经帮你渡过了难关。我错怪你了，谢谢美镜子小姐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现在我们彻底是一条船上的了。弹药如果出事，这个屋子里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活命。坂本，我算是领教了武功队的厉害。
弹药就依仗你了。我们齐心协力吧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怎么样才能防住武工队？以我的经验，防是防不住的。什么意思？以攻代守，武工队为了抓王彪，也露出了太多的破绽。这一次，就是我们一追到底，把他们揪出来的最好时机。我要让他们自身难保，更别说动我们的弹药了。小花是我带来的，要送她走可以，但是必须得有朱司令员的批准。上级为什么让你带她来？不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吗？现在咱们这儿非常危险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怎么了？阿敏上次的任性已经把大车店暴露了，版本迟早会派人来调查。没事最好，但我们要做出最坏的打算。我懂了，小花必须得送走。至于下一步小花去哪儿，让朱司令去头疼吧。哎呀，这么瞒着他，又能瞒多久呢？杨家兄妹六个人，一个一个牺牲，现在就剩下杨小花一个人了。无论我们怎么编故事，都要保证她的安全。小花，你看我们在这儿开会呢，要不你等会再过来。高队长，你对我编了什么故事？小花，是我不对。我跟吕波的确是欺骗了你，但是让你去城隍庙送信的事儿，还是有意义的。闭嘴！我刚才都听着了，我五哥是不是牺牲了？没有的事儿。小花，你听错了吧？别提了。终于明白怎么回事儿。朱司令员怕封锁不住消息，所以把我骗到武工队。让你们接着骗。今天我就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，你的五哥神刀杨、尖刀排排长杨格东同志，在护送马德宏烈士遗孀的任务中，与白门四郎正面决斗，壮烈牺牲。
小花，以后啊，我就是你亲姐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要不你就放声哭出来吧。我会跟哥哥一个一个的牺牲，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。高队长，你是不是认识我五哥？一面之交，一定生死。那我求你答应，留下我，是真正的留下我。我要杀本本报仇。小花，杨家只剩你一个人了，你不能再出事了。剩一个又怎么样？我们杨家祖训，宁可满门灭绝，也要血战到底。最疼我，从小偷偷传我刀法。杨家祖训，有一名男丁在，女流不得动刀。现在杨家男丁没有，我杨六妹要用杨家刀法继续杀鬼子。花同志，到！我以武工队队长的身份正式宣布，吸纳你加入武工队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工队战士。从此以后，并肩作战，生死与共，杀鬼子，保中华。并肩作战，生死与共，杀鬼子，保中华。报告长官，又腾空了一间，把弹药都搬进去，越快越好。嗨，弹药放在这里，现在这儿已经成为武工队的头号目标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抓住他们。靠嘴吗？我仔细复盘了整个过程，发现武工队这次的行动失控了。怎么失控？我跟武工队交手这么多次，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么拖泥带水，还留下这么多活口线索。你指的活口线索就是王彪吧？不仅是王彪，还有那个失踪的新娘子，和突然冒出来的什么大车店。绕了半天，你还是想让我去大车店调查？你应该答应我。不，这完全是你的臆想，他们只是偶然牵扯进来的老百姓而已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老百姓不可能牵涉这么深，这不是武工队的风格。他们已经失控了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报告，进来。喂，什么情况？新娘子叫林敏，和她母亲住在下城区，
平时靠卖馒头为生。我不要细枝末节，你就告诉我，林敏为什么要去大车店？据多方面查到的信息，林敏和大车店的一个伙计相好，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伙计是谁。真相大白了，一个女人在出嫁的路上依然放不下相爱的穷小子，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。但是，坂本队长，这和武工队有半点关系吗？明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？多想能有人告诉我，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，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？睁开双眼，明亮的画面，猩红色的旗帜写下多少宣言？感觉到温暖，内心充满阳光，美丽的新世界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。是谁内心无比坚定，脚踏车泥泞仍然憧憬，笃定坚信未来有太多美好，所以勇敢逆着暗流前行。迎着狂风扬起了嘴角，你选择英雄般骄傲一生，不再有惧怕那些阴霾和乌云，你目光似黑光芒。明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？多想能有人告诉我，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，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？睁开双眼，明亮的画面，猩红色的旗帜写下多少宣言，感觉到温暖，内心充满阳光，美丽的新世界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。是谁内心无比坚定，脚踏车泥泞仍然憧憬，笃定坚信未来有